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是第二个大题目的第二个小题目，也就是在这里的大家看到因信称义与守上帝诫命的关系。这问题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对因信称义理解的并不是说不懂，是理解的很浅。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透彻的话，我们是不能够得救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与守上帝诫命的关系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下面呢就要介绍这个内容。因信称义与守上帝诫命的关系，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时间能够真正认识到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大家会说我们早已认识到了，我知道弟兄姊妹都认识到了，但是我们认识耶稣是救主不是个观念上，是实实在在的耶稣要救我们，和观念上认识是绝对两回事。我们大家都会说我相信耶稣是救主，谁都会说，但是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，这十个人可能所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眼中不怕上帝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各位，这个话大家都理解，就说现在啊，从亚当以后，世界上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都是偏离正路的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但如今，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因为人都犯了罪了。这个地方就说怎么办呢？我们都要灭亡的，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是属亚当的，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。就说什么没有一个是因为你做得好，因为你行了律法了，遵守上帝诫命了，所以能称你为义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，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律法面前我们都是罪人，怎么办呢？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是如果根据律法来说，那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灭亡，但上帝呢要称我们为义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律法和先知就告诉我们，律法和先知就是这本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的义已经在律法以外显明。我再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是根据律法来说，那我们就是绝对不会得到上帝的义的。但今天上帝称我们罪人为义，因信称义是称什么人为义啊？是称一个好人吗？不犯罪的人呢？是称一个罪人呢？罪人，既然罪人怎么还成为义人呢？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搞搞清楚。既然是罪人又称你是义人，
就说明什么？在罪人称义的时候，没有根据律法来要求你，把律法就放在一边了。根据律法来要求，罪人就不能称义，因为你犯罪吗？怎么称你是义人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，这本圣经呢来作为证明，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，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，我们谁都没有守，都是罪人，但是因为你相信耶稣，好，就称你为义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，一般兴起的教会都是这么讲的，我们怎么样也是这样讲，但是这个没讲完，如果到此为止，那好了，我们都不要遵守上帝诫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讲得很清楚啊，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根本不需要律法作为标准的，只要是你相信耶稣，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这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这个道理都懂了。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再一次的保罗再重复的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上帝荣耀我们都亏缺了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按律法说都是要灭亡的，根本不是义人，现在呢蒙了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怎么救赎？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他担当着，我们的刑罚他替我们受了，那么我们的罪就转移到耶稣的身上，那我们呢就可以成为义了。实际上我们还是罪人，但耶稣呢替我们受了刑罚，我们的罪就从我们身上就除去了。怎么除去的？是因为耶稣替我们赎了罪，他就使我们白白的称义。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呢、不管什么罪人，你的罪再大，你到耶稣的面前，耶稣伸出他一双什么手啊？大家看了没有？钉痕的手，十字架，我们钉痕的手。好，罪人来吧，只要你相信我，就能够称义。但是有一点，你罪人一定要相信耶稣啊，你手上的钉痕，你的死是赎我的罪了。十个人到耶稣面前来，可能不都是因信称义的。有的人就想啊，真的吗？你钉十字架是为我吗？不行，他虽然到耶稣的面前，他不能够因信称义。真正相信的人，耶稣啊，我深信你钉十字架就是为我，所以我的罪就你担当了，怎么样？好，耶稣说，我就称你是义人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助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，这里就进一步了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下面什么？大家看见吗？借着人的信，借着人的信呢、耶稣的血是为我们赎的，
但你要相信，你不相信等于还是无效的。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，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罗马书3:27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称义了，到耶稣的面前没有一点可夸口的，不是用立功之法。立功之法就是我做了些善事。今天如果是你真正做了善事了，有个穷苦的人你也帮助他，缺少的人你安慰他，怎么样也没有可夸的。因为你能够有着善行，不是你本来有的，因为你是罪人，因为你相信耶稣了，耶稣给你能力让你去行善，因此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如果你说耶稣啊，你看我到你面前来了，你称我义人吧，我现在能够行善，把钱周济穷人，又帮助穷苦的人，怎么样？你这个所说的一切在耶稣面前一点没有用处，因为你如果不接受耶稣的话，你还以此认为你的功劳，你能做什么？你这样做就是立功之法，想以此来换取耶稣的救恩，不行。所以我们到耶稣的面前，不是用立功之法，自己做点什么好的叫耶稣称我们为义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住，不是因。这个不在乎呢，可以翻译成不是因，不是因遵行律法，这个话也就很清楚了。我们到耶稣的面前称义，是因着信，相信耶稣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，因为我们都是不能守律法的，都是罪人。所以称义呢，并不是因为守律法而称义，我们没有一点义行，是因为你信耶稣而称义的。这些话根据保罗所说的，我反来覆去讲了几遍，为什么加深我们的意象？就是我们称义是因着信，并不是因着我们遵守律法。下面进一步了，这样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这个保罗把这个罗马书3:31这么一说，这个道理就完整了。这个以前我所说的，大家到礼拜会里去都是这样讲，好啊好啊，对不对？完全是对的。但是罗马书3:31就把这个救恩讲全了。如果只讲前面的话，好，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守律法，大家信了耶稣照旧不守，那么你信耶稣干什么？最后肯定灭亡。这些经文一读的话，完全了。我们是因为罪人没有守律法，耶稣称我们为义，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怎么样？不是废掉律法，更是坚固律法，更要守法。这个关系在哪里呢？这节经文清楚地解明了因信称义的真意。一个接受耶稣救赎大能而因信称义的人，就得到耶稣给他战胜罪恶的力量，就愿顺从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关键就在这儿了。我是个罪人，我贪别人东西，甚至我偷，又恨人，我听了耶稣的救恩，耶稣这么大的爱赎我的罪，我就到主的面前非常的惭愧，耶稣啊，我接受你的救恩。耶稣说，耶稣一检查我内心，我真的相信，耶稣就称我为义了。称我为义以后怎么样？即称我为义，大家注意这义怎么样，就会到我们身上。
一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就会做什么？哦，过去我恨人，不恨了；过去我偷，我就不偷了。为什么？因信称义，耶稣的义给了我，这个义就是让我去不犯罪。所以我一信了耶稣以后，过去是个罪人，因信称义了，耶稣的义就给我了。这里就说得很好，一个接受耶稣救赎大能而因信称义的人，就得到耶稣给他战胜罪恶的力量，就愿顺从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原来恨人，耶稣啊，求你赦免我，耶稣接纳我，我因信称义了，我信了耶稣，怎么样？耶稣给我力量，别人对我再不好，我不恨他了。这就是真正因信称义了。当我因信的时候，就得到耶稣给我战胜罪恶的力量。这是真正因信称义的人。主啊，我相信你，你救了我。回到家里撒谎照旧撒谎，打人照旧打人，骂人一点不变，你根本没有因信称义。你到耶稣的面前，你祷告祈求，主啊，求你使我改变，使我得到你，都是假话。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必然改变。这就是耶稣把义给了我们，因信相信并接受耶稣救赎的大能。称义就是得到遵守上帝诫命并战胜罪恶的力量。各位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这因信称义的这个意义。我再说，因信相信并接受耶稣救赎的大能，耶稣替我受死，耶稣战胜了魔鬼的死权，耶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释放了。好，我相信，我接受，称义，耶稣就称我们为义了，就得到了遵守上帝诫命并战胜罪恶的力量。正如约翰一书二章四节所说的，人若说我认识他且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你说认识耶稣，你也接受耶稣了，你因信称义了，但是你不遵守上帝诫命，怎么样？你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你心里。你心里有了真理了，怎么样？你就会遵守上帝诫命了。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又说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耶稣这样爱我，主耶稣啊，我多少的罪你都赦了，你替我受了这么大的苦刑，我接受你，我爱你，怎么样？肯定我过去犯的罪我就不再犯了。如果我接受了耶稣，我爱耶稣还犯罪，是不是真正爱耶稣啊？是不是啊？各位，我接受了耶稣了，我说爱耶稣我还继续犯罪，我有没有真正爱耶稣？没有。耶稣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圣经说你要继续犯罪，究竟耶稣怎么样？重钉十字架。耶稣心里很难过啊，我的孩子啊，我替你受死了，就是要改变你，既然你相信我，为什么你还犯罪呢？我们就使主的心忧伤。主肯定为一个相信他的人继续犯罪心里难过的。大卫犯了那么多罪，耶稣心里难过吧？肯定非常难过的。耶稣的心里我相信比大卫的心里还要难过。感谢主，大卫悔改了，又回到耶稣的面前，决心把罪恶除掉，我们的主心中满意了。耶稣叫我们相信他，就是叫我们遵守诫命。因为人类失去了永生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犯上帝诫命吗？亚当夏娃失去永生
最少犯三条戒命。第一条，没有以上帝为独一的真神，他心目当中以这个蛇魔鬼的话为神了，上帝说的话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魔鬼说不一定死，他信谁呀？他信上帝吗？信魔鬼啊？信魔鬼呀、啊、信蛇。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他如果信上帝，我绝对不吃，因为魔鬼给他说了不一定死。哦，可能不死吧，而且眼睛还明亮，可以和上帝一样。他心目当中把上帝地位放低了，蛇的地位升高了，他没有以上帝为独一的真神。另外他怎么样？又拜了偶像，因为他以蛇的话作为他信徒的标准。还有什么？第十条，起贪心。他已经吃得很饱了，园中的果子任意吃，还要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所以要吃就是贪。最少三条戒命犯了，所以怎么样？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，因此罪恶进入世界。我们的主到世上来，就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让我们一个犯法的人属于亚当的不要再犯法。所以你信了耶稣以后，耶稣就给你能力，耶稣就指着律法叫你按照律法所说的去做。所以保罗说，这样因信废掉律法吗？断乎不是。怎么样？更是坚固律法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废掉，更是坚固。你想想，许多不守诫命的人，这些经文他怎么看呢？多重要啊！不是叫你信的耶稣不守律法了，更是坚固律法。你倒是大胆的违反，安息日也不守，是吧？安息日你能守得好吗？索性不守了，这种歪理大，把人引到灭亡道路上去。一个人恨人，你能不恨吗？好，索性就恨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因为你做不到就不守了，这是谁的论调？撒旦的论调，肯定的。什么人叫我们犯律法，什么人属于撒旦。我们可以大胆的讲，谁叫我们犯律法，谁属于撒旦。好像现在一样，谁叫我们犯宪法，谁就应该被捉拿。他是违背国家律法的人嘛，煽动百姓，煽动人民犯国家的宪法，这个人不应该捉拿他吗？在上帝面前竟然公开的，我们可以犯法无罪，这个人所做的撒旦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了。所以雅各书二章二十二、二十六节说，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话大家都很理解了，雅各书和保罗写的罗马书一点矛盾都没有，它是相辅相成的，呼应的。所以你看，那许多不守律法的，他从来不读雅各书，他不会这样讲的，他讨厌他。各位，你看我们安息日会的，没有一节经文是讨厌的，我们任何经文都觉得宝贵，我们都愿意讲，因为都是上帝的话。但是违背上帝诫命的很多经文他都很讨厌，最少讨厌安息日。有的人你跟他一讲安息日，他怒火中烧，哎呀，恨得不得了。你恨谁呀、啊？安息日不是安息日会发明的，是圣经里面的，你怎么恨安息日呢？我所以这样说，要使我们真正看到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是多么可怜。他还认为自己很好，他
还有很多人很欣赏，这都是很危险的。雅各书说得很好了，信心是以他的行为定性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，走钢丝。有个人呢，他这个河那边非常好，过去的时候呢只有这个钢丝。这个人他训练的很熟练，他可以在钢丝上走来走去，不但走来走去，他会搬个很大的东西，比方说桌子，他背到身上也可以来回走。总之呢他非常熟练了，走过去就到对方非常美好的地方，大家在底下都看，都想过去。跟他表演的时候就说，你们谁上来，你看这么大的东西可以把它背过去，你上来抱在我的身上，我背着你可以过到那边去。谁愿意上来？结果怎么样？没有人。哎，等着有一个人，稍等了一下，一个什么，一个小孩子，他跑去了，他说我相信。结果呢这个人就背着小孩子就过去了。大家知道这小孩子是谁吗？就是他的儿子。各位，为什么？他完全相信他的父亲。别人怎么样？对这个人没有认识。好了，孩子过去了，他又问了，你看这个小孩子我把他背过去了，还有谁相信？又没有人举手。等着又一个人上来了，我相信。好，他把他背过去了。各位知道是谁吗？是他的朋友，天天跟他在一起的人。好了，很清楚了，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作为，你要有信心。你是上帝的儿女吗？你肯定就有信心了。你是上帝的朋友，就有了信心。今天我们因信称义，不是口头上的，上帝有能力，就像这个人一样，完全可以把他背过去，因为你跟他疏远，你没有跟他做朋友，你没有属基督做他的儿女，所以你呢很多事情到了真正要让你去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你就退缩了，怎么敢呢？你对上帝不够信任，上帝是绝对的，能够很有把握的从钢丝走来走去，他绝对不会失误的。他的孩子知道我的爸爸，那个亲密的朋友知道我的朋友是绝对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大家在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当然这个过程我们要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，那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你不断的追求，你开始因信称义，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，你要真正的在主的面前更深更深的因信称义，逐步达到怎么样因信称义。第五点，讲一讲何谓真实无伪的信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生活方面呢，一定要有个真实无伪的信心。有的信心是肤浅的，上帝不悦纳。真实的信心我们要有几个条件，第一就是且是过去现今直到永远存在的事实，希伯来书13:8，这个不是你凭空想一想，乃是实实在在有这件事，那我们相信，那才是真正相信的。没有这个事儿，你说你信，
那有什么用处啊？空性一定要有这个事情，过去现在直到永远存在的这个事实。地球我们知道它绕着太阳转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呢。还有呢，还有月亮是吧，也是绕着地球转，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可以说一年两年一千年一万年，上帝所造的整个的宇宙都是在一个非常有规律的这个运转之中啊，它一直在转动中，没有丝毫走错了，都是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转。显明什么？上帝他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，他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相信上帝有基础，宇宙之间这么有规律的，肯定就是有一位上帝，他无限的慈爱来照管着我们地球。所以很多的科学家，他们研究天文的物理学家，很多大科学家，他们就相信上帝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从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，他们得到很多知识。这知识他们想是谁给我们的？不是哪个科学家，他们就凭着信心看到了宇宙之间有一位肉眼看不见的，是统管万有的主，确实他存在的。虽然你看不见，我们看不见，是上帝不叫我们看见吗？不是的，是我们的肉眼有限，我们能看多远？而且我们的智慧目光都是非常的短浅，只在地球上，小小的地球60多亿人算的什么？整个宇宙一看，哎呀，真是微小微小，几十年就死掉了。知道什么？不是看不起人，人的确是非常渺小。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说上帝不存在，那真是一个非常骄傲愚蠢的人。因此呢，不是上帝不叫我们看见他，是我们人有罪看不见他。上帝是确实是存在的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如果你真正想一想，像这个人一样，哎呀，仰观天空，整个的宇宙，你会发觉有位真实上帝。第二，真实的信心是凭着上帝可靠的应许，而不是凭自己的感觉和想象的。希伯来书10章23节提到的，是凭着上帝的应许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。我们所说的圣经里面新约旧约，上帝给我们多少应许啊？耶稣基督说我们只要相信他，罪恶得赦，而且我们真正能够成为新人，这是上帝的借着耶稣给我们应许。为什么？耶稣真的替我们死了吗？耶稣战胜了魔鬼死权吗？所以给我们这样的盼望。我再说，不是凭着感觉和想象，因为耶稣和上帝实在存在，他所说的话是肯定会应验的。你相信耶稣的应许，这个信心是绝对准确的。第三，真实的信心就看见所想望之事的真实的情况，一个真情。希伯来书11章1节怎么说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个章节请大家看一看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们一同读一下好吗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上帝他应许了我们一切，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就看见了
上帝啊，你掌管宇宙。当你有信心的就看见了耶稣啊，你正在天天为我们赎罪，你一直关心着我们世人，你信心的眼睛是你都看的这个事情的真情。只要相信就真的得到了。马可11章24节，请大家看马可11章24节，马可福音11章24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一同读最后的两句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我们再来一遍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各位，这里你看到了没有？是亚伯拉罕拿着刀做什么？献以撒。各位，亚伯拉罕他有勇气拿刀去把以撒献上吗？有没有？亚伯拉罕没有。但亚伯拉罕为什么他就拿起刀来？我们知道这件事，他举起刀来正要下去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，你一点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如果这个声音没有的话，怎么样？倒下去，以撒就被杀。各位，为什么？这就是因信称义。亚伯拉罕真实的信心，他知道上帝叫我把以撒献上，以撒才是真正的后裔。怎么样呢？上帝既然在100岁赐给我一个儿子，那么我把他献上以后呢，以撒就能复活，因为以撒生的才是我的后裔。如果献上以后以撒就永远死了，那上帝话怎么成就呢？所以他相信上帝，怎么样？上帝给他能力，亚伯拉罕你举起刀来吧，我给你能力。所以亚伯拉罕相信了以后，他就得到能力，就去把以撒献上。他得到能力就是因信而得到的，很简单，不复杂。今天我们想到宇宙的主宰耶稣基督，你真的替我舍命了，主的应许你都相信，你真正相信吗？好，你相信什么？我再说，符合上帝心意的，这下面有个条件，是上帝所应许的，看来正是你需要的，肯定你相信立刻得到。因为这就是因信称义，不是空头支票。我也常给弟兄姊妹讲，今天我拿5块钱给店里，他给我一个面包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我的信心5块钱，给他5块钱，马上面包给我。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，你有信心吗？你要求的是上帝看来是真实的，就给你了。亚伯拉罕信上帝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他信上帝，上帝给他能力，举起刀来把儿子献上。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信显示他的行为并行。灵魂没有行为，灵魂也是死的；身体没有灵魂，也是死的；信心没有行为，也是死的。这个行为怎么来的？不是自己的，因信称义，是因为你信上帝，信耶稣，耶稣给。各位，大家理解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重要的，有见证。你们在前书1章15节，确有此事，而且是高尚无罪圣洁永恒的。使徒保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，上帝光照他以后，他毫不怀疑，过去是杀害基督徒的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真的存在，我过去错了，我不认识你，我杀基督徒，你赦免我。好，
上帝给他能力，他就悔改。你看魏主做了多大的功效啊，被好几次打死，石头打，棍子打，又饥又渴，赤身裸体在旷野，在深海里等等等等。格林多后书十一章，保罗有这种能力吗？上帝给他的，耶稣给他的，使他做出那么大的有功效的事在我面前。真实的因信称义，就是因信而得到上帝的义，所以我们的品德人生就改变了。一个真正因信称义的人，品德就在改变，一样一样的过错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像耶稣。因为什么？因信称义。这样看来，因信称义是使一个罪人变成义人，使一个犯法的人变成守法的人。这样因信废掉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保罗所说的话就是真理，就是主启示给他的生命之道。这样看来，因信称义是使一个罪人变成义人，使一个犯法的人变成守法的人。这就是真正因信称义的道理，我们讲的完全了。一个人听了这道以后，他又爱耶稣怎么样？又爱上帝的诫命。他又爱耶稣，就巴不得求耶稣能改变他，使他成为一个遵守上帝诫命的人。所以呢，他爱耶稣，他觉得遵守诫命难不难？不难。遵守上帝诫命不是难守的。称义与成圣的关系，因信称义的必然是重生的人，也就是有了新生命的人，在他不断与主真诚亲密的灵修生活中。注意啊，称义还要达到成义了，成圣了，这关系是怎么样呢？一个称义的人必然是重生的人，也就是有了新生命的人。为什么？耶稣给了他，他到耶稣面前是个罪人，耶稣称他是义人，好，新生命给他，他在不断与主真诚亲密的灵修生活中。一个人要真正的从称义达到成义，你必须有不断的真诚亲密的。我给大家说，这个灵修生活不是形式，一定是真诚亲密的灵修生活中，在上帝管教试炼及圣灵引导之中，在主耶稣无限牺牲的大爱中长进，以致成义成圣。见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六节，我是总括的在这说的。这就是称义。一个人称义了，今天我是犯了许许多的罪，我到耶稣面前，我真正悔改，我今天晚上就称义。但是我还有很多坏的习气，坏的品德，我就依靠主，主就帮助我一样一样一样的都把它除掉了，里面的新生命和着老我去作战，到最后一切的罪都清除。经过试炼，经过管教，圣灵的引导，耶稣无限大爱的牺牲，我仰望主，多方面的使我长进，到最后达到诚意，达到完全了。这就是从称义达到诚意的过程。凡是长进，愿意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，我们就从称义达到诚意了。弟兄姊妹，明天早晨我们早早的起来，继续讲下面的，人能够达到成圣吗？